武德侯报请秦山20万大军出关迎敌，这么快？你在担心什么？武德侯的腿有旧伤，关外春寒料峭，恐不利于行。你倒是真有孝心呐！这一干军需全粮，便要由京师沿官道运至常州。 一路上浩浩荡荡，源源不断，不胜不休。兵者凶器，圣人不得已方用之。此意乃开国百年所未有。我将镇这十数载，一朝倾尽。 你武帝今日早朝奏请献出俸禄，为国分忧。你身为楚父，天天都在忙些什么？陛下忘了，臣尚在禁足，不能上朝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、啊。去吧。陛下，臣。 请求解除禁足，去户部行走。你在说什么？臣以为要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。你仍未死心？梁帝增赋，势在必行。你就不怕御史台再请参劾，奏请废楚？儿臣无论身居楚父与否，皆当身怀家国天下，破釜沉舟，知难而行。 陛下准了，户部行走，先督粮秣。臣闻听今日早朝，赵王奏请献出贡米筹措军粮，这享受贡米的可都是皇亲国戚和朝中大臣。武帝应该也是奉了陛下的旨意，以此逼户部出粮，便如同之前用我的奏章试水，只不过没想到。 弄得满朝皆知我这个楚父当的是有多么的失道寡助。唉，殿下怀济奥鸿鹄之志向，也必当负我心肠胆之隐忍。我不想再忍了。我的母姓身世，那首玄灵铜镜，终究都是陛下的心头之词。既然触及陛上臂痛，不如。 把之见血，至少有可待痊愈之期。 传那小子以前教我射箭的时候，也老说一箭封喉。 河阳侯出身世家，剑法定然精妙。也不知道他现在的坐骑，还是我送给他的吗？前线出征在即，他是副都督，定然是要打前锋的吧。我虽兼行梁末，却不能前往常州与他。 功力便关风霜，殿下，三年未见，真的，甚是想念。 父亲，副都督不与将士们同饮同乐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今日阅兵礼，犒赏三军，我怕父亲饮酒过多，有些担心。你过来。
你看看那颗星，是不是比往年此事要亮了许多？天象不足论道，父亲出关必胜。你亦数次请战，我仍命你留守常州，夺你报恩建功之门。你对为父心中可有怨意啊？ 孩儿怎么会？李明安，他常驻常州，卧兵三万，是天子之门生，留他独守，我顾家军后路堪忧啊。 李明安所辖天长营，此次我带去出征，作为先锋之用，名正言顺的断其一臂。这样，你与他在常州城内各居一隅，成犄角之势，不是一方独大，也免陛下起疑。记住，万事隐忍为先，在为父归来之前。 切勿与之产生冲突，以免破坏大局。莫叫谨记。还有一事，为父本来不想让你知晓，只是此番远征，虽然是胜算在握，但是仍然存在变数，所以要交代清楚，免留一日祸根之缘。京师密报，武王定凯为筹措军粮献计。 得朝野盛赞，风头直逼楚腹，并公然以化敛财，暗结御史台。赵王，那个喜欢在姑娘堆里厮混的老五，他年仅二十，陛下还不为其册立正妃。知藩一事绝口不提，想必又要培植以撤殿下之肘吧。 至于陛下，已是故伎重演。但若此人并非俯首甘为陛下所用，其害便不在当年齐王之下呀。父亲，是否要将此事报与殿下知道？还不到时候。京城来报，此番大军粮秣供给，陛下全权授予殿下主持。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让殿下分神。 楚父不正，已是朝礼。陛下这事，要把殿下下于炉火之上炙烤吗？楚父本以位极人臣，此役我等若胜，并无半分裨益于他；若败，却是他辜负之源。思及往事种种，我又何敢惜此项上人头？ 我何敢于此役有半分差池？或唯有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方才得以上报天恩呢、啊。父亲，说说罢了。你急什么？为父戎马半生，若无胜算，岂能兴兵出关？起来。为父还没有看到孙儿呢，儿媳妇快生了吧？ 该是五月，听说乳名都有了，叫如儿。当初我给你定字为成如，是希望你能成绩以祖父，堂堂正正的入仕为官，好好的去辅佐殿下。但没想到，最后还是随了爹爹。都是孩儿不争气，是为父之过。我朝重文轻武。 我却偏选了戎马生涯，不但害了你，唉，更害了承恩呐。为父今天是怎么了？是酒劲儿上来了吗？ 父亲酒量好着呢。
过几日还要远征，父亲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副都督，末将在。随为父呢，下去跟将士们喝酒去。 小王禁止花瓶，你们谁都不许跟进来。顾才人的院子，这是解禁了吗？谁知道呢？只有主仆两人，比冷宫还不如。哎，嫂嫂。嫂嫂。 西香，是你。小王送新瓶过来，若是不曾遇见友人，未经通禀便自入，还请嫂嫂不要怪罪。小王爷忠心守诺，令人感佩。我走了好长的路，如今口渴了。 还不进来？六大王来叫窗客了。哼哼，六大王乖啊！拿过来，请殿下用木尺责罚。 那黄铜镇尺，打手实在是太痛。六大王可知，这黄铜镇尺可是御赐，当年太子殿下穿客勒黑受罚，也是用的它。可老师说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教之始也。啊！ 你怕什么？啊！我这笔毒计就只教了你一个人，你本来天分就不够，为什么就不能用功呢？拿着。殿下别啊，臣怒闯不过气来了。你如此疲怠，难怪总是写不好。慷慨之处无赐，不是丈夫所说。臣想学写赞歌的金座刀。你年纪小，手腕无力。 当从基本功开始学起，将来你的书道才不至于变成空中楼阁。殿下宁可交给外人，也不教臣。你五哥是外人吗？臣所言并非五哥。你还曾见过何人写此字？并没有。萌萌。 在，把这几日跟随六道王身边的人，即刻叫过来问话。是。王不要，不必去叫他们。臣是看见顾才人之字，很像金错刀。你下去吧。 平白无故，为何要跑到那里去？那日，那日和五哥去太子陵玩，玩头阵，五哥头一回，我头一回，不知为何，便把竹马投进了顾才人的园中。谁投进去的？是臣投进去的。 打碎了宫瓶，所以你就送了一只与他，你当真胆子不小啊！
殿下早就知晓，那为何还要问臣？我的后宫禁地，你连闯两回，难道我还问不得了吗？那若是第一回，你是无心的，那第二回呢？是谁让你去的？你别哭。并无他人，是臣自己要去，因为臣答应过要陪聘于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臣听闻顾才人有恶疾，殿下将他诱饿数年，不许别人看他。那你为何还要一去再去呢？臣去之时并无人阻拦，且臣与之交流，感觉顾才人温柔聪慧，才思过人，所以臣觉得他恶疾成愈，已经可以见人了。因为你是太医正吗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如实招来。殿下是在审臣吗？说什么都忘记了，只记得他一句也没问起殿下。我跪直了。殿下可是生气了？殿下别生气了，臣以后不去便是了。令娘好好跟殿下习字，再也不写金错刀了。殿下别生气了，马上要去婚地，若殿下心情不好，一定会被陛下责骂的。令娘不想见爹爹责骂殿下。这几年把你给惯得简直就无法无天了，日后记住了啊，再在我东宫乱跑，我定不轻饶。是，臣谨遵殿下令旨。你笑什么啊？小人瞧着，如今殿下和六大王不知如何就想起了当年河阳侯出入东府的样子。河阳侯该随吴的侯出关了吧？不，留守常州。哎呀，这上阵父子兵，河阳侯如何忍心呢？都督，讲。我部应分发粮秣一事，与礼部起了龃龉，双方各有近百军士，在东城门外相持不下，冲突在即呀。走。是。副都督。站住！休得无礼！河阳侯，末将见过李大人。河阳侯与我同级，不必如此多礼。东门发生抢米事件，我部副将犯有失察之罪，已被我当场斩首，特来向李大人呈宴。散落的米粒都已检净，颗粒归仓，交由粮秣官严格发放。末将御下不严，特来向李大人请罪，还望大人能将此情据实上报天听。河阳侯言重了，顾家军治军严谨，河阳侯雷厉风行，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。未能防患于未然，便要快刀斩乱丝，否则风起清平，浪成危澜，便不是抢夺军粮、动摇军心这么简单了。大战在即，天心如此操累，
又是太子殿下在督察梁墨，我看这等小事，就不要去搅扰陛下和殿下了。此事到你我这里截止。河阳侯意下如何呀？大人既有全权爱君之心，末将自然从命。三年历练。 已有令尊之风了。是龙贤，他最喜欢的香。臣是否可以告退了？且慢，让你等在这里，就是要一起探讨这信中内容。 三年前引顾彩人进宫面圣旨，正是赵王。或许赵王当年已知同胞兄长必败，所以他推波助澜，以求赢得殿下信任。事实证明，他也做到了。此番携六大王入太子林，还是赵王。若非他人唆使靠近，仅凭以总角志同之力，断不会将一只竹竿投入到院墙之内。 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这也是圣旨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是谁派你来的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阿宝姐姐，他刚刚叫你，是小人，在家时候的辱名。所有这些事，都是谁指示你的？ 顾才人呢？姐姐去取晒干的玫瑰花瓣，准备沐浴。妾是来取梳篦的。殿下，您这是？我要干什么？与你无关，你就在这儿跟我一起等着，不用催醒你家主子了。那妾去奉茶。此时才想起来。 便不劳了，东西怎么？
你肯怨我吧，这么久没来看你。妾有恶疾，殿下不弃已是万幸，心中不敢有怨恨。这是看了多少遍才能把一张药方看成这个样子？ 确实是，随手把它夹在书里，殿下怎么翻出来了？淄博之东，手如飞蓬。 且无高木，谁是为荣？殿下。 子午不见，有三年。